这是在录影吗？嗯，我要跟我同一只手机。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？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，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。我和你手牵手，说要一起走到最后。而且我怀疑他声音是可以到外面去的。真的假的？外面听得到吗？大哥点头。我们都忘了这条路走了多久，心中是清楚的，有一天都会停的，让时间说真话。虽然我也害怕在天黑了以后，我们都不知道会不会厉害厉害。